感恩公司今天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与大家分享三分钟，请大家不要离开你们座位 OK， 不然你们会损失惨重哦。我在2004年加入了 SME 公司，就是在五月份，在2004年的6月份，我们公司推出了一个瘦身产品。那时候我有很多组员，他们服用了这个产品都有很明显的效果，而且还参加了公司主办的瘦美比赛，还得了冠军。还记得当时每一个做 SME 的人 OK， 听清楚，他们每一个月都是月入过万，那时候 OK， 但是因为某种因素老板不卖了。10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公司再度的推出了这个瘦身产品，大家给我们的老板Dr. Sri very love， 还有我们的国际总裁于宝杰教授，还有我们的执行董事 Dr. Dato Lawrence， 还有我们的副总裁 Mr. S.Y. 老，一个感谢感恩的掌声，是他们令到我们期待已久的这个产品今天终于复活了。我大胆的请每一位能够站起来的都站起来，给我们这个复活的产品一个鼓舞，给我们四个能够复活的产品一个感恩的掌声。掌声越大，你们的心情就越爆了。你们知道这个产品叫什么名吗？大声一点。对了，记住，就是8338。今天以后听清楚 OK， 8338就会让更多的人瘦出美丽，瘦出健康，瘦出财富。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请你们不要再犹豫，也不要再怀疑了。听好，相信这句话，一想二干三成功，不要再一等二看三落空。谢谢大家。